我是刚玩列车长的，112年了，112年1月10号，松山站，松山站13:04，手牌是7501次火力哦，准备通过，超开心的，好险！7501次，快点快点！他说打档位了，慢慢滑了，应该是太重了。这样701次好像军列吧，对吧？701次货列在松山站准备通过。各位旅客您好，来来来，终于来了。这即将临时通过，请不要靠近月台边，以免发生危险。感谢您的配合。火力准备通过，三台电脑，超长的军力。哎，这个炮你认识吗？不是的。超长军力。R47单台电脑叫超长军品军力哦，在双弹双慢弹动过了 R47单台电脑，难怪会慢慢开，因为那太多了，太多节了，对吧？军车这样。3:07，在双蛋已经通过，谢各位观看。